鬼子少佐山上号做梦都没想到。こんなところで現れなんておかしい。看着望远镜里的小金字塔，山上号眉头挤出一个球。土八路竟然会懂反坦克锤和反战车壕，关键是这些混凝土又是从哪儿来的？突然，一丝冷汗突然渗出脑瓜，暗处不会有战防炮吧？突然，他想到了一种可能：八路军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布置混凝土路障，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些路障都是假的。想到这里，山上号直接下令。果然，伴随着炮弹击中土堆，轰的一声炸响，混凝土被炸成碎土块，伴随着一个个反坦克锥被轰成渣，赵守田气得捶地，他对周卫国的布置产生了怀疑。而山上号看到自己的战果，忍不住得意起来。十一工兵去探查一下前面的雷场，很快工兵传出一声惨叫，山上号心里猛然一紧，下一秒松了口气，原来是土八路布置的老鼠夹。很快有鬼子碰见惊喜，徐虎看到鬼子还闻了一口，忍不住嘴角一歪。顾妹回去报告雷场是假的，山上号起初还觉得搞笑，但下一秒便醒悟过来，这是土八路在故意拖延时间，当即下令继续前进。坦克驾驶员爬进驾驶舱，启动发动机开始赶路。在鬼子看来，即便八路军有几个地雷也无法对坦克造成伤害，但鬼子万万没想到他们的对手并不是八路军，而是在德国军校毕业的周卫国。果然，坦克刚走两步，山上号便感觉胯下坦克猛然一震，整个人也吃了一嘴灰。周围鬼子吓了一跳，朝着周围乱枪扫射。周卫国明白这是鬼子试探，让众人继续潜伏。鬼子经过一番检查，发现坦克的右履带被炸断，而且还没有备用的履带。山上号为了抓紧时间增援奇峰口据点，只好下令让工兵抓紧时间继续排雷，但由于地雷密度太大，部队一时之间难以行进。就在山上号左右为难之时，下属报告声称旁边有一条小道名叫一线天，可以直通奇峰口据点。山上号顾不上其他，只好留下十个人看守坦克，剩余手下轻装前进。不料这一幕正是周卫国希望看到的。这边鬼子大部队刚刚离去，周卫国便带着徐虎和赵守田等人猛然出现。有心算无心之下，十个鬼子被全部消灭。战斗结果敌我损失10-0，还意外缴获一辆日军97式中型坦克。周卫国一番检查，发现坦克履带断了一截，忍不住感叹鬼子死脑筋。这车断了截履带就不会修了，知道该怎么办，把这车给我弄好起来。好嘞。周卫国在德国学的是装甲兵，对于坦克履带不够长这种小问题，很快便想到了解决办法。他让徐虎把坦克辅助轮拆掉，这样坦克就能短距离行军。这边周卫国缴获一辆坦克，那边朱子明也终于在一线天等到鬼子。由于此时奇峰口据点已经摇摇欲坠，收到求救信息的山上号下令汽车油门踩到底，能有多快就开多快。然而山上号万万没想到，他的噩梦才刚刚开始。等鬼子开车进了朱子明的预伏阵地，朱子明先是下令炸断巨石，直接拦住车队去路，随后便让手下点燃峡谷里的地雷。这一下鬼子瞬间成了瓮中之鳖，朱子明居高临下痛击鬼子，鬼子却只能朝天射击，机关枪硬生生玩成高射炮，再加上天空时不时落下的手榴弹，仅仅不到片刻，鬼子就已伤亡大半。就在这时，压倒鬼子的最后一根稻草来了，峡谷入口的方向突然驶来一辆日军坦克。朱子明等人大惊失色，误以为是鬼子的铁王吧。躲在汽车后面的鬼子却不由大声欢呼起来，他们以为是自家坦克被修好赶来参战，纷纷欢呼着朝坦克靠拢。眼看鬼子自己送上门，周卫国把坦克开到离鬼子100米外的地方，直接将炮弹推上炮膛，瞄准鬼子汽车，轰的一声，山上号被身后的炮击炸懵了，不明白自己的坦克为何朝自己开炮。周卫国操纵着坦克，不但射速达到12发每分钟，而且还百发百中。清风站的人纳了闷儿，声称鬼子铁王八怎么打起自己人。朱子明醒悟过来，这不是鬼子自己打自己，这是二当家周卫国在开坦克。鬼子三浦见周卫国开着坦克大发神威，自告奋勇拿起炸药包朝坦克匍匐而来，不料刚走到一半，这位武士道便被周卫国一炮送去见了天皇。武士道怎么样啊？老子打的就是武士道。眼看鬼子已经无路可逃，周卫国爬出坦克参加战斗，而朱子明也带着大部队从山上冲下，两方夹击之下，鬼子中队被消灭殆尽，山上号也被炮弹震翻在地，本想举枪反击，没想到手枪早已子弹耗尽，山上号只好拔出武士刀迎敌。众人把他围在中间，正准备戏弄他一番，周卫国却拔出队友砍刀，一言不发上前便是一刀，山上号还未有所反应，下一秒就成了刀下之鬼。
朱老大佩服周卫国的果敢，反手就是一个赞。这一次清风寨耗光家底儿，却在周卫国的指挥下，以仅仅100人便干掉了400人的鬼子中队。朱子明直接下令，除了鬼子裤衩，其他东西一律清空。这边清风寨在打扫战场，那边齐风口据点也被八路军顺利攻下。唯独负责打援的三连连长许光荣奇了怪，按照惯例，鬼子援军应该早就到了，可眼看这会儿太阳已经照屁股，鬼子援军为何毫无踪影？就在此时，排长赵杰打来报告，可他发现的东西实在太过匪夷所思，只好叫上连长许光荣和他一起过去看看。众人一路疾驰赶到一线天，看着漫山遍野的鬼子尸体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这些鬼子全身被扒光，每人只剩一条兜裆布，这些鬼子为何会在这里？阻击他们的人又到底是谁？这个问题不但困扰着八路军，鬼子旅团长金伟文为之震怒，因为这些鬼子光腚男孩中，他的侄子山上浩也在其中。遭受了如此羞辱的金伟文下令搜查罪魁祸首，最终金伟文发现清风寨嫌疑最大，为了给侄子报仇，疯狂的金伟文会怎么做？周卫国又能否躲过一劫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